那腿长那么宽呢？我记得挺长的。聊天不吃洋芋不行。生气。咋不吃了？哎，那个可香。哦，没问题。对呀，这样可好吃了。妈，这样咱可要做个面包，做个披萨来吃。哦。大乖。这还太合了，老这个，吃这个。都来的自动自动送的，到时候咱们好的肉饼给我送就行。还有那个鱼特菜的，哦，还有海鱼，嗯，那个煎鱼，哦，哦，别想煎饼。